高中球的拍击机一个一个来个卡，无同款设置的这线条，慢慢啊变成着一百个这人像画，画面上这人阁是吉米的创办人柯文良。这款特别的创作是吉米博物馆年度大展《跳出格子吧》，机械材料甲艺术超展开，而且展览所邀请艺术家所做诶。Some of them are portable, such as this machine here.And that allows me to not only work. 飞机的这个收藏，我大概有70件左右。那像这个就是属于啊西式型的，那可以让它在各个伦敦的景点人力标志做创作。而这栋展览，伊着吉米集团创办人柯文良跳出格子的思维作为着发想，伊着旧时代物件来变动，变成新世代创意。那我想从这里呢，这些艺术家们，杰出艺术家们。就是把这个材料机器哦跟艺术把它做一个最大的一个结合哦，也让我们跳出了这种我们一般人对艺术还有机器对科技的这种框。因此，展览会当看到传统的尖车，而尖车的声音甲无共款部位所发出的声音，经过艺术家的创意，变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，其实它都可以变成一种乐器。所以我就是用缝纫机来，它上面有很多的部位可以发出声音，然后把它取样下来，做成一首歌。你展览主题艺术家来扭转着机械甲材料既有的这面貌，创作出让人相当惊喜的这作品。听说讲一般的车床手路，会当打造出贵妃椅甲桌啊等等，正兼顾着工业甲生活美学的物件。而弄着火车甲驾驶舱，透过台湾艺术家廖建中的创作，嘛变成了亲像是电影的情景。跳出格子吧，吉米博物馆的年度大展，缤纷佮活泼趣味的这布展，让人是看了目睭金。有兴趣的朋友会当。去欣赏，等其实到明年的2月底，南天新闻台影城林德采访报道。